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，萨拜迪，克麦阿赞里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句子，萨拜迪拉亨图昆，莫尼婆和马亨班纽。现在我们来复习生词星期，丢尼婆和团科萨布麦阿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汉语。破后安帕萨吉那么干安萨麦萨姆特安。第一个，星期一，星期一，星期一。第二个，星期二，星期二，星期二。第三个，星期三，星期三，星期三。第四个，星期四，星期四，星期四。第五个，星期五，星期五，星期五。第六个，星期六，星期六，星期六。第七个，星期日，星期日，星期日。第八个，星期天，星期天，星期天。好，第七个星期日，第八个星期天，一样。好，提星期日，提班星期天，可感。好，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日，星期天。好，帕萨劳班妈娘，星期一帕萨拉晚赞，星期二晚昂看，星期三晚铺，星期四晚帕汗，星期五晚苏，星期六晚扫，星期日星期天晚阿提。好，星期一晚赞，星期二晚昂看，星期三晚铺，星期四晚帕汗，星期五晚苏，星期六晚扫，星期日星期天可感晚阿提。好，在我们在学今天的句子之前，先学习几个生词。高你提加黑板牛好好黑萨布麦诶，生词，生词帕萨劳萨布麦康萨布麦，生词。好，第一个生词 ，tinen， 跟我读 ，adam koi， 前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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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天 ，pasalau bama， 陌生，陌生，前天。第二个生词 ，submai tinen， 昨天，昨天，昨天，昨天。昨天 ，pasa lo， 莫万尼，莫万尼。好，第三个生词 ，ti sam。今天，今天，今天，今天 ，pasa lo， 莫尼。好，前天，莫森。昨天，莫万尼。今天，莫尼。好，现在继续学习生词。do hen sub mai。第一个，明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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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pasa lo， 莫恩，莫恩。好，第二个，后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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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pasa lo， 莫多妈。好，第三个 ，pasa 吉安，几，几，几 ，pasa lo， 晚娘。几星期几晚娘。好，现在我说老挝语，你说汉语。丢你可以我帕萨劳走我帕萨吉。第一个，莫恩帕萨劳阿巴娘，明天，明天。好，第二个，莫东妈帕萨吉安，后天，后天。
第三个玩娘，玩娘怕啥了，怕啥紧挤挤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学习句子。调你跑好黑半年啊，米少空能少，不听能慢，不塞不听少慢不赢。好，不塞我怕啥了，莫你慢万娘，莫你慢万娘，莫你怕啥紧，今天万娘怕啥紧，几星期几，所以莫你慢万娘怕啥紧安，今天星期几，今天星期几，今天星期几，莫你慢万娘，今天莫你万娘星期几，莫你慢万娘，今天星期几，都白不提少不赢我怕啥紧，今天星期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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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怕啥老板吗，今天怕啥老莫你星期天玩阿提。好，今天星期天怕啥老板吗，莫你玩阿提，莫你玩阿提，今天星期天，不听的今天星期几，不提少今天星期天，莫你慢慢娘，莫你慢阿提。好，都白，接下来还是句子，都黑板牛。好，不听人不听人，不塞我怕啥紧，昨天星期几，昨天星期几，昨天星期几，昨天怕啥了，我问你星期几，问娘昨天星期几怕啥了，我问你没问娘，我问你没问娘，昨天我问你星期几问娘。好，好，提手不提手不赢我，莫问你口通莫问你问少，莫问你问少，莫问你问少问少，怕啥紧星期六，莫问你昨天，莫问你问少怕啥紧们，昨天星期六，昨天星期六，昨天星期六。好，莫问你问少，莫问你慢慢娘，昨天星期几，莫问你问少，昨天星期六，昨天星期六。好，现在来布置今天的作业，我要拜莫你。好，今天的作业是回答下列问题，都空堂都拜你塞帕萨吉不慢帕萨劳。好，能第一个不听能 sorry 听能，明天星期几帕萨吉，明天星期几，明天星期几帕萨劳，莫恩慢慢娘。好，第二个提手，今天星期几，莫你慢慢娘。好，两个，第一个第二个，听能难提手，明天星期几，今天星期几，塞帕萨紧包慢帕萨了。好，今天的课到此结束，泡好闲聊聊，谢谢大家，考在的小朋友不要忘记写作业哦，另外动感不就不要拜拜。